那那个父母个他们就个父母个头那嘛不就洗的了，抓鸡肉不抓鸡了，哎的嘛抓鸡肉比不多了，哎的嘛加了。比了啊，比如你比这里什么，这个这等鸡肉，这等鸡肉能比到比如啊别的，比如有啊没有肯定要得这个别的，哎别的我你比这来说，比如比如啊公司。那边那多远嘞？你那把七皮水，都还都叫来比如压力还好皮皮的，还容易皮的。比如，四川那压力垃圾，那边的垃圾水，你那把七皮水啊，啊，俺都叫那养的鱼水了，都还都能这样，恐怖，是那样，那种恐怖。对，那边叫垃圾家嘞，那边叫垃圾家了啊，跟我要啊，好多嘞，俺都要偷偷的挂起了，谢谢，伢大爷谢谢你。电视台一样的，哎呦，七个月一个，高楼高房不是一样，哎，这个要空调我来批的。你话批怎样的？现在如果哎呀妈，好了，一两张不咯？六年六年一点破五年起的，现在都好了，这里多少拉拉的，好了，俺的跟多少那样，将来好了，湖北不老话嘛，说路线的，现在都过来两米股。好了，西门街就是的话的，过来过来话的，过来看嘛的，好了，现在看路么偏红，是不嘛？就那龙泉一条过来的，龙里头洗澡的，就来干土的呢，龙里头的洗澡。啊，俺都龙的阿婆嘛不，明天伢那哪一路了不？哎，米瓦那嘛是的，龙泉一龙里的，好了，龙泉一条过来的，洗的呢啊，我就讲的米瓦闻见都外干的，别的不。现在这么路，别人别看不完了，那一个闻见老了，假了不？啊，哎，别看不偏大了，洗的。现在体检单也来发，伢了就侬刚刚那那么对。那如果我就侬如果说好了，我们龙泉一段了发，伢好了，伢了多少年嘛呗？对面江浙桥嘛，就侬如果说多少年嘛呗？四川大文昌庄那是咯，好嘛？就侬如果没别户外留的，一万多块钱没别的话咯，伢了伢骗你嘛呗？伢了呗，就侬听的，伢说侬哎，咱伢来留的呀，看没啊？哎，没啥留的，我那都没对呀。嗯，朋友这边呢嘞，江浙这边呢，个人这边也江浙嘛，这样也。那不江大嘞，对呀，对呀，的不是俺要。哦，今朝来包大包大呗，喏，今朝不都嘛，爸妈阿个拉西家么，喏，地嘛西嘞，好啦，地大那文呢，好啦，一喊你伢嘞，不老实相嘛么路嘞，喏，地都大那文，养双米了嘛，六年了嘞，伢以为。今朝没话谁叫我，啊，带哪个猪肉片呢？带哪个？今朝谁个要不要猪肉吧？就是猪肝了，我嘞。啊，老嘛也开了，地瓜，哎喽，我比嘛。别打呗，这俩就罗那了，那还没加上了。我那个保卫前边那么加的那点烟片嘛，这些来嘛都切。那前边啊，现在个买也不能说方便了，或者收银站不，二十家的话的，收尾嘛锻炼也。可就那种通过现在明年过年这八个来嘛，别的都不要再加了。